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本期的长形讲座呢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有关定式以后的一些这个变化啊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个大家最常见的定式啊。这个也可能是小目，先不管它。白棋一间低加以后，黑棋点三三，这个是作为新定式来说啊，这个在对局中出现的概率是再高不过了啊，再高不过了。可以说在这个新定式里面，这个定式啊，点角以后跳出来这个定式呢，是出现的概率最高的一个。那么这个定式走完以后呢，黑棋这个了逼住啊是非常大的一手啊，当然了白棋拆二的也很多。白棋为什么要拆二啊？那么黑棋逼住到底有多大，有些什么后续手段啊？对这个棋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期啊需要这个研究的地方啊，需要研究的地方。黑棋逼住以后呢，白棋当然呢是不肯这个就是说补一个的啊，不肯补一个。如果你就老老实实补一个，那么这一手棋呢被黑棋这个就是先手便宜了，这个白棋当然不肯。那么白棋不补，黑棋留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来看一看。首先黑棋跳不好啊，黑棋跳不好，白棋呢就简单的拐住啊就可以。有时候大家或许依稀记得，哎，黑棋似乎也有跳的手段嘛，但是呢它不是在这个场合呢使用的啊，不是在这个场合使用。黑棋跳是在呢白棋这边有子的时候啊，黑棋呢跳一个让白棋管啊，这个上面呢和下面交换一下，黑棋呢取得了一下便宜算了。在目前情况下呢，如果你就跳被白棋简单的拐过啊，这个黑棋呢不好啊，这个黑棋不好。你接下来顶啊，抓白棋度，那么我再帮助当然是非常的舒服了啊。白棋出不来，白棋你要打再打吃啊，我黑棋有可能从底下给你断打。但是呢这也只是黑棋的一厢情愿啊，一厢情愿。这个时候呢当你顶的时候，白棋可以用墙拐长出来。大家在这个局部啊，不管怎么作战的时候不要忘记一点啊，不能忘记一点，白棋这个压随时都是先手啊，随时都是先手。这个黑棋只能退，白棋这单呢他不会轻易交换这个先手。那么白棋长的时候黑棋拐，白棋呢可以夹住，这个黑棋没有好的手段。你如果搬的话，这个一下子就被白棋打死了，这黑棋是明显不行的，这一挖打这个被白棋滚打死了啊！你从这里跑出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单立啊，同样这个呢白棋可以用掉这个啊，这个一挖啊，依然呢这个黑棋是死棋。所以呢
黑棋啊，这个你想跳了再顶过来封住白棋，那只是一厢情愿，是不行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黑棋另外一个手段就加，加呢是这个棋形呢这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啊，黑棋留有利用这个常用的一个手段。但是就目前来讲呢，这个加啊也不能算是很好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注意的，白棋呢不能去主度啊，你要是去主度的话，这个被再被黑棋跳起来，这白棋不行。那么白棋如果搬，黑棋呢就拖，这个白棋呢不好搬。白棋呢对黑棋加的时候啊，正确的下法呢就是虎注，就是虎注。辅助呢就没有什么关系啊。黑棋你如果只是渡过去啊，得到一点小目数，那个那白棋就算了啊，白棋就推一个，把外面走后啊就已经很好了。那么黑棋势必呢要搬出来，白棋再断啊。对于这样一个长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，黑棋这个打吃是打不着的啊。当黑棋打的时候，白棋可以说是99%的情况下都不能粘上啊。这个要是粘上的话，这个白棋这个形状太坏了啊，这个全是刀疤舞啊。而且被黑棋一渡过以后，没有眼也没有气啊，没有眼也没有气。这个呢，白棋是可以说一下子啊就完蛋。那么当黑棋打的时候啊，白棋正确的下法呢，从一路打过啊，你黑的提，白的就打吃。打吃就是这个白棋呢都连通了以后，提也可以，不提呢留着这些打吃子都可以。白棋可以说呢就是呢成功渡过，而黑棋在上面取得了这几个子呢还不容易跟这边联络，不容易跟这边联络。这个棋的结果呢可以说呢是白棋呢非常不错啊，黑棋呢不能满意的。一般来说啊，黑棋提掉这一个子被白棋兜过都打过去呢，这个结果一般来说都是黑棋呢不太满意的，都是黑棋不太满意的。所以呢大家呢也要记住啊，当白棋断的时候，你黑棋是打不着这一下啊，是打不着这一下。那么黑棋呢只有直渡过啊，这个渡过。黑棋这个手段啊，那现在就很明确了。首先第一得满足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争子有利啊，黑棋争子得有利，那争子不利被人家一争就给争掉了。其二，即使黑棋争子有利，白棋呢也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啊。争子白棋争子不利，当然呢我就不会去这么打了，我不打。但是呢这个也不能让黑棋打回去啊，那么很简单的呢，这个退就成为一个要点，就成为一个要点。接下来呢这个棋啊，黑棋呢也并不好跟白棋作战，黑棋从这边贴啊不是不行，这个贴正好被白棋搬出来，不管你跳还是弯，白棋正好粘上呢，这个棋
这个贴完以后，对这个纸这个伤害呢实在太大。那么呢，黑棋只能贴这个。这时候呢，白棋呢还是有很多的啊可以作战的方法。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呢，由于这个地方黑棋气紧，白棋可以通过打吃扑这个的先手啊，这个打可以暂时不走，那么呢获得外面这个冲断先手权利。这个黑棋很明显不能打吃这个了，只能缩回去啊，或者虎一个。那么白棋呢，现在马上就留有这个争吃的手段，白棋就直接争吃也可以啊。虽然黑棋即使让你吃掉我这三个子，但白棋呢，我走在外面，这个白棋呢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当然呢，白棋如果争子不利，不争吃你，那我本来呢也不一定争吃你啊，不一定争吃你呢，我也可以直接呢尖出来与黑棋作战。这白棋呢也没什么好怕的啊，你要是搬，我就打吃出去啊，打吃出去就可以。这个棋呢，白棋呢也是呢可以与黑棋作战的，白棋不用怕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对于黑棋的这个家，白棋呢不用惧怕啊，因为黑棋这个家搬了以后，黑棋即使能成立，也得有很多的先提条件啊，这边争子得有利啊，包括这个争子都有利。即使这些先提条件都满足了，白棋呢也可以与黑棋啊继续作战。所以这个家，这手棋呢，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棋形下啊，白棋不用怕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家在目前棋形下呢，并不是最厉害的下法。那么这个棋最厉害的下法呢，是黑棋当场啊，当场这个大家先牢记一下啊，牢记一下这个棋形。一旦这个黑棋逼住以后，当场是这个形状的要点啊，是这个形状的要点。接下来呢，白棋呢势必要从这里渡过啊，要联络，因为不走，你不走别的话，被黑棋再一夹，这个子几乎就等于说是死掉了。那么白棋渡过呢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拐，第二种是尖过。这两种下法呢有什么区别，哪一个好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啊。白棋拐，是很普通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黑棋肯定压啊，黑棋肯定压住。这时候呢，白棋没有什么好的反击手段，如果白棋搬，那么黑棋就断啊。白棋你虽然可以打吃到一下啊，那我就粘上，你立下来啊，黑棋呢就简单的跳出去。由于白棋这一整块棋啊，由于白棋这一整块棋还没有活，白棋这一整块钱没有活，那么呢黑棋呢这个外面的作战白棋呢明显不利啊，明显不利。这个白棋搬出来反击呢是不行的。那么白棋呢只有顶这个卒开始做活啊，
黑棋可以挡住了啊，黑棋可以挡住。白棋呢，再搬啊，再搬。这个顶一下是没有用的啊，这个顶一下是熟手，这个顶是非常熟的。再搬。那么搬的时候呢，黑棋呢现在可以连搬啊，这个连搬就是说非常有力。白棋当然不能打了啊，打一个吃这边寻求转换，这个是不成立的啊。在平时这个打拔和你黑棋吃两个子交换是可以考虑的，但是呢，由于啊牵扯到这块白棋的死活问题啊，这个被吃掉以后，白棋这块棋马上变成孤棋了，这个转换呢，现在是不能考虑的。所以白棋呢，在黑棋连扳的时候，白棋只有粘回去。那么呢，黑棋再粘上，这个结果呢，可以说呢，黑棋是非常的满意啊，黑棋是非常的满意。因为呢，这个上面你把白棋给封住了啊，这边也把白棋给封住了，在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方向，黑棋取得了很大的外势啊，黑棋取得了很大的外势，不但取得了很大的外势，同时在这个外面获利的同时，大家还需要注意，白棋里面还没有进火，白棋里面呢还没有进火，以后被黑棋一扳啊，白黑黑棋一扳，这个局部是没有活的，也就是说白棋还存在着啊不活的因素啊，不活的因素，这可以说是白棋啊很难接受的。那么白棋不顶啊，先顶这边，这个呢也是就是说是跟刚才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啊，黑棋就接上，白棋拖，黑棋就扳住啊，粘上，这个结果跟刚才呢大同小异啊。以后在这个局部啊，黑棋依然一扳，这个白棋呢没有进火，所以说呢，被黑棋压住以后啊，白棋呢就没有这个太好的办法啊，白棋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没有太好的办法呢，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啊，可以看出来呢，这个白棋这个拐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，有一些问题的。那么当黑棋长的时候，白棋的正确下法呢应该是小尖一个啊，应该是小尖一个，小尖这手棋呢，要优于啊，要优于这个白棋这个拐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为什么它要比那个好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来看一下，白棋尖以后，黑棋呢势必还是要压住啊，这个头肯定是要压住，如果不压住，被白棋跳出去，这两个子就是白干啊，所以肯定是要压住的。那么
白棋顶啊，白棋顶，白棋现在也不宜于这个搬出去反击啊，因为你搬黑棋断啊，打吃，打吃以后依然要防止这个黑棋吃通啊。如果你就算补一个，那么呢，跳出来，这个作战还是依然白棋不利。即使你可以虎一个，就算你虎一个先手，黑棋跟着硬，白棋拿上面这几个黑子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搬断的现在呢依然不成立。那么白棋呢，可以这个现在呢可以顶啊，这个顶和刚才这样顶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啊。它大在哪里呢？黑棋依然是挡，黑棋当然不能退了啊。黑棋如果退的话，那么白棋再冲啊，白棋再冲断，这个作战好像明显是这个黑棋不利啊。这个现在在被人家断开以后，这个作战黑棋不太好啊，甚至于稳健点也可以吃在这里啊，稳健点也可以吃在这里。那么黑棋呢依然只有打啊，依然只有打。这时候呢白棋再搬呢，情况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啊。这个最主要的变化呢就是黑棋连搬不下来了啊，黑棋不能连搬，因为这里黑棋吃是吃不通的，如果现在连搬，那么就会被白棋打吃掉了啊，黑棋就变成这个送菜了。那么黑棋不能连搬啊，白棋呢那也只能退一个啊，只能退一个，黑棋也只能退，白棋爬，黑棋退，白棋呢可以再爬一下，然后呢这个可以脱先呢在别的地方行棋。这个白棋的好处呢就是说呢，现在白棋脱先以后啊，即使黑棋冲到这块棋，白棋已经是活棋啊，白棋已经是活棋。这个和刚才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，白棋呢它已经是活棋了啊，白棋已经是活棋。刚才那个棋黑棋啊，刚才的棋形呢就是黑棋还以后还留有搬一个啊，白棋不活的可能性。而这样呢白棋呢就是说呢已经是活了啊，白棋已经呢是这个做活了。这个结果呢白棋呢当然大大的优于上面那个图。不过总的来判断啊，我们这个白棋好，我说白棋优啊，白棋好只是相对于刚才白棋不行的那个图啊。那么我们回头冷静来判断一下这个结果呢，就是说呢黑棋从这里藏出去以后啊，黑棋这个藏出去以后啊，在这个局部啊完整的啊这个压封住了，这个比较完整的封住了白棋，而且逼迫白棋在这个地方啊爬了不少二路。总的来说就是黑棋花了，虽然花了一手棋，但是等于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上面啊形成了一道很厚啊很厚的外势啊，很厚的外势。白棋的目数呢也比较委屈啊，比较委屈。虽然你是活的，但是我以后有可能冲一个啊，这拐一个有可能会变成先手，是吧，你得跟着硬做活，
所以说呢，总的来说，黑棋虽然花一手棋，但取得了这么厚的外势啊，以后可能还有这些这个官子的便宜啊。我们认为呢，黑棋就是花一手棋啊，是还是很不错，非常值得的啊，非常值得的。结果这个形成这个图呢，结果呢是非常满意的。当然呢，这个图啊来说呢，也是白棋目前啊最好的一种下法啊，最好的一种下法。大家呢，也就是呢，稍微牢记一下，就是说呢，当黑棋长的时候，在这个局部拐和尖之间，尖一个是这个局部的正确下法啊，是这个局部的正确下法，而拐一个呢是不好的啊，是不好的。这个区别，为什么？想必看完这个，看了刚才的解说呢，大家应该心里很明白。不过呢，就是黑棋这一手长完以后压住这一手棋的价值还是非常大，非常大。所以，往往在这个对局中啊，白棋很多啊，就选择拆二啊。为什么要拆二啊？这个也是呢，有原因的啊。因为被黑棋逼住以后，本身是很大的一步，后续手段呢也是非常的严厉啊。所以这个定式以后，白棋在这边拆一手啊，当然直接挂角也可以，是很大的一步棋啊。那么即使被对方逼住以后呢，白棋呢？也可以啊，想办法呢，来缓解一下黑棋这个长的这个严厉程度。那么白棋作为白棋要补呢，应该是呢积极的补法啊，拦住，跳一个这些补法太滑，就拦住，等黑棋贴起来。时候呢，白棋呢，你就可以老老实实的跟着应，老老实实的跟着应。这样呢，在跟着应的同时呢，也就化解掉了啊，黑棋在这里啊，这个长的手段啊，也就化解掉黑棋这个长的这个手段的呢什么呢，严厉性啊，严厉性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棋作为你作为这个白棋呢。如果想补的话，应该采取这个，甚至于来说啊，飞一个也有啊，也有的就是都能呢补掉这个地方的毛病，缓解呢黑棋长的呢这个压力啊，缓解黑棋这个长的这个压力。好，那么本期的啊这个讲座呢。我们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，大家记住呢这一步长啊和这一步小尖啊，一个长一个小尖啊，这两手棋。本期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啊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啊或者发 email 给我们的这个方式呢，与我们沟通啊，我们尽量呢抽出时间来啊，尽力呢给您的这问题呢给予回复。今天的讲座呢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